抢走了。一个大男人手机都能被抢，一点用啊都没有。哎，一会儿给你重买一个。哎，对了，你手机不是用指纹解锁吗？人家抢去也没有关系啦。对呀、啊，指纹解锁的。跟我们打牌呢，咱今儿就要玩大一点的啊，输了的话呢是要脱衣服的哟。哎呀，今天一不小心多穿了一点点，是不是啊？三对一，还剩一张。我，啊。尿出来。